舞台啊，舞台是我们每个人都想要的。我希望以挑战开始，在无尽未知中的重重挑战。我甚至都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。一个好的开始，新的出发。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开始。我害怕抓不住时间，却努力做好自己，证明自己，让汗水来证明我们的成长。我们是练习生，我们为梦想而生。故事开始了，就注定会有结局。我想以舞台作为开始。